我们的口号是纪实录像，奋勇向前，排除万难。行游路上，纪实录像。主角：饼粉和脆皮炸粉。配角：韭菜、红辣椒、白糖。友情客串：苹果醋、小南瓜、德山药酒。导演：德里克宋。由于在山城没有人卖煎饼，为了那啥，只好自己动手，丰衣足食，看着视频学着做煎饼。按照视频说的，买了红辣椒、小南瓜、苹果醋。饼粉和脆皮炸粉。白糖。按照手机上的列表组个购买。所以买了一瓶药酒。左边0.9升苹果醋价格为3180韩币，10000韩币等于7.7美元。中间0.9升德山药酒2500，右边两个小南瓜3000，左边一 KG 五种材料做的饼粉3880。右边一 KG 用米做的脆皮炸粉4380，左边三 KG 白糖5580，右上边红辣椒4800，右下边韭菜3800。